02+4，哎，颜色都还没有出来哎、欸，你不要急哦，我现在慢慢的给你看，杏色、花米色、灰、蓝色、紫色都是有点灰色调的，是有厚度的哦，这些真的很保暖哎、欸，而且真的很舒服，它完全不会刺刺的，它也是这种麻花，你们可以近看一下 ，S 到 XL 的女生都是可以穿的哦，它也是有弹性宽的这一种针织，它是短版的，所以你可以直接穿裤子。这个裙子呢 ，S 到 XL 女生其实都穿得下，如果是 L 号跟 XL 的女生穿。会偏贴身，花卡灰色、咖色、绿色，这是黑色。像我有一些肉肉的朋友，他们就上半身会加那一种盖得到屁股的毛衣，穿起来你的脚看起来很窄耶、欸。臀部会很包吗？是算蛮顺身，但没有紧背背。哎，这样也很好看呢、欸。这个就是秋冬的色调，紫色呢，皮肤呢穿起来会偏白。紫色跟这个杏色呢，我觉得你们可以选裙子。我个人是真的蛮偏喜欢这个花杏色的，灰色花卡色我觉得很好搭。